你想啊，张新康的，啊？你走的这是要创啥啦？你才离我较远的啦。是啊，你安尼挂我的电话，就是为着钓去甲这个人，伫这破所在约会哦。先生啊，讲话较客气的，我这足清气足精致的啦，是倒位咧破？嘘，要紧啊！我刚刚心里讲话，你点点。我好，既然你拢来啊，我就甲你介绍一个我新交的男朋友。不可能，你搞骗！你两个看起来一点啊拢无素配。你要信嘛好，唔相信嘛好啦。非得我今晚就是冇想要看到你啊，请离开。是，你妈对我这么冷淡好不好？真正的代志哦，我反省，我一定好好改过。你别生气啦。我知影，之前我把你的相片了破，是我唔对，所以我特别洗咱两个的相片，而且哦，搁我一个人的相片，你若是欢喜哦，你会当全部放伫个包包内底。迄全部放入去哦，我看下哪里研究袂起来哦。是啊，我会当为着你，拣一个属于你的。独一无二的包包。你若是真正知影做唔对，你就袂用这种态度处理代志。这相片拢无介意啊！我无紧，我重新搁见。好啊啦，我今嘛就是无想要看到你啊！你若是唔走，好，我走。我先走。哎，耍！等下。哎，拍起了，我们看下手的高高低啦，你扣分啦！啊，是你的代志哦，你给我看下面哦。棒棒棒棒棒鬼啊！棒棒棒鬼！是。你是要在我面头前泡男朋友是？无，我只是麻烦伊会当站较边。我真正对你足失望的。你若是要继续跟我做朋友，等你决定讲要做一个好人，再搁讲啊。班长。行，吴老师。等下，先生啊，那苗来足重要的哦，你的灵异照片收收的，拜托哈，多谢。系啊啦，咱的料理包出问题啊。出啥问题？恁看，我有收到一篇报道。我昨吃完一家团圆的料理包，我可一直吐，搁一直流。后来我去看医生，医生竟然跟我讲我是食物中毒。恁大家啊，若是有买这料理包的人，千万别搁吃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咱对料理包的品管拢真严格，哪有可能出问题？代志个已经发生啊，咱要伫个问题变大之前先做好危机处理。等下我就先来去病院看这个 YouTuber。请查看伊是毋是当甲影片下架。明月，陈可一平麻烦你，你先去叫人暂停出货。哦，好。华盛，每天一平我就交予你啊。爱表明咱公司会赶紧做好调查，嘛伫个上短时间内开记者会说明。该付的责任咱绝对袂闪避。我知影。奇怪，我这个货拢真正常，问题到底是出伫个倒位啊？敢会是送的过程破去，才会造成料理包变质？无可能啊！若是讲包装有毁损，还是破坏，伫咧买的时阵就看会到啊。而且伊毋是 YouTube 嘛讲啊，伊摕到料理包的时阵，外观并无任何的问题。安尼就只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单纯的意外事件，另外一个，就是有人想要挑拨伊对咱的产品动下手啊。这人敢有参照咱公司员工？看那不是咱的员工呢，我冇见过伊。
有理有着，真正是有人在变鬼。林姐，等等，我去拿啊。没用啊，你一个人伤危险，我来去叫保全。包装一模一样，反正就是用假货掺入去料理包的产品，不过也出问题。偷偷要甲假货啊，换去仓库，结果去用发现了。啊，结果呢？你用掠去啊？无啦，我真无简单叫因找无人，即马转来开车准备要离开啊。啊，不过有一个人去我关伫个车厢内底，啊，即马要安怎？我唔是千交代万交代，袂当甲着阮小弟。唔是恁小弟，是一个查某的。查某的，更可惜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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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无呀！头拄迄个人直接我后走，我竟然溜袂着伊。我看一台货车给驶走啊，伊一定是开迄只车逃走去啊。啊对啦，啊小轩呢？伊人呢？我带宝全来的时阵，就无看到伊的人，我嘛等你找伊啊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喂，喂，小轩，你是哪位？我伫迄个火车后头啦，不过车门关起，我无得出去。你是讲头拄仔迄台火车？是啊，怎么车毋知要开去倒位，我嘛毋知要安怎。你莫紧张，我即摆随意救你。喂，喂，曹顺。啊，来这时阵无电啦。小哥在去倒？电话关机。
小萱给我们俩走，是不是你指使的？要紧啊！小萱给我们俩走。哎不，啊你心爱的人给我们俩走，你来找我讨。我这不是事务招领中心的。你想我卖给我定时哦？有人把假货放在阮公司跟业家合作的礼包里面，现在害人食物中毒啊！原本我跟小萱就伫买台的彼个人啊，结果一个无细理，颠倒啊小萱去用掠走。人若是你掠去，你想我马上交出来。你有听到？砰！这就是恁哥哥我心碎的声音。想。我知影，小萱叫人抓去，你即摆心肝头就万分的家己，先做只两只，先做只鸡咯。啊，不过你袂当用安尼，就冤枉你这上亲爱的哥哥呢。你进前走去直播间现场玩，刷落来搁散布谣言，要冤枉小萱因公司，你家己讲，虾米上大的人不是你是啥？别人我唔知影，但是我这做小弟上过清楚啊。会用这款笨手手段的人，就只有你啊！之前我就跟你约束好势啊，我替你对付叶志成，你莫去夹着小雪，结果呢？你哪敢讲话无所谓啊？所以你这摆心肝老认定的就是我，你要跟我夹死死啊！我这约会的心情，拢给你破坏去。对，我手段是真粗残啊，啊，不过遐手段拢是对付我的人，我什么时阵找出来用开刀啊？啊！你即马为着一个查囡仔，搞我伫个气翻，你唔惊自家的公妈半暝啊找你算账？你即马连公妈都搬出来是？无紧啊，规定我已经报警啊，我才发到时是自家的公妈去找上算账。哎呀，我这好弟弟啊，你先放较轻松，你无感觉咱兄弟啊，即马伫个只想者想过好笑吗？迄真正的凶手哦，即摆唔知道在伫咧倒底下偷笑，笑咱两个是安怎结界咯？笑咱两个是安怎，甲左家名声败了了呢？真正的凶手，哦，无你讲看卖，真正的凶手是啥？即个的产品唔是贵公司甲业家合作吗？凡是出手的人，唔是针对柯小萱，是针对业家。业家敌人啊，坐过鸟毛。近期有什么千面女人啊？我知影是不是有千面阿公、千面阿妈？你问我啥，我要哪知？既然是业界的人，伊俩小心是要创啥？我要紧啊！我要哪知？凡是做这事的啊！你甲想看卖啊！伊在做歹代志，叫你甲小萱争着。伊无俩小萱，敢讲要俩你哦？你遐大长就歹你啊！而且俩你就是跟我作对哦，无人才敢死。我知影小萱叫我们抓去，伊就着急，心肝乱糟糟。啊，不过郭叔讲的话哦，你着爱听。叶家那边哦，绝对爱查的啦。你若下手无够，够派人替你调查，我绝对给你一个英雄救美的机。哦，这边我相信你。啊，不过我最后警告你一个。你最好是别骗我，啊！若无咱的约束就无遵守，你嘛别孝顺，我会替你对付叶志成。小，哎，柯小萱给我告掉，目睭给我睇到大蕊的啦，这个绝对袂当有任何小瑕疵。阿德。对付业界人，会当出手啊！